是我本名，室内装修一门灵，只要工钱给到位，所有工种我全都行。方大锤，谁叫我呢？这是我们头啊，让你上这儿干活来了，你弄个大锤子当街一站，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？没有，我是截住过往的邻居，通知他们一声。哦，要截肢啊？哎呀，一会儿咱们砸墙，动静肯定特不大，那不得跟邻居们打个招呼吗？想得周到。是，走，干活。走。哟，哎呀呀呀，哈。哎呀，这光客厅就这么大。嘿，人家宣传单子你都没看见吗？啊，配套设施整的全，门口站着俩保安，左边是小尼，右边是杨帆。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俩狮子呢。行了，咱别说别的了，干活。哎，那个装修图呢？哦，图，对，在。就这。1、2、3。1、2，这个，就这儿、啊，是那个吗？这个，把这个打通，这个行，交给我。哎，你看着点人呢。哎呀，那个，你再把我腚墙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换个地方。这呢？砸吧。你这是猪八戒抡耙子，前后都倒霉呀、啊！你看着点儿啊！没伤着吧，头？伤是没伤着，我躲你远点。哎，行，砸吧。搞定！这怎么墙砸的？我还有点想妈了呢。是我叫耿维华。你好，你放下那大锤子，我看着害怕。你们俩的那个装修图是不是有偏差？这堵墙的那边是我和我妈。什么好？砸错了，谁砸的？谁砸的我家墙？我砸的。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墙给您砌上，沙发钱我们头出。那我妈还晕着呢。哎呦，算了，他们也不是故意的，砌上就得了。哼，要不是有人为你们说情，饶不了你们。哎，刚才说话的那是谁呀？啊，这个人就是娘，这个人就是妈，这个人……哎呀，这个歌唱家就是不一样啊，唱着歌就把事儿说明白了。唱得真好。方大锤，怎么回事？砸错了。这不都怪你吗？是你让我砸的吧？你把那图纸让我看看。你看看嘛，我这明明要砸的是这堵墙啊！这个，就是那个，起开！这儿肯定没错。搞定！我估计是又错了。拿起炒菜勺，正准备做个。声音有点怪，那动静还挺大，我屋子晃起来，我们家的厨房墙壁突然打开。
拆，赶紧拆！看看，看看这墙，看看这墙被凿的，那墙给您砌上，砸坏的东西我们头赔钱给您。嗯，给，对不起。这还差不多，真是的，这大过节的，招谁惹谁了？方大锤，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个艺术家来，一锤子砸出个艺术家来，你不是砸墙来了，你上这儿点歌来了。头，这几个可都是大腕儿，你要是花钱请人家唱歌，就你花那点钱，你占大便宜了你。你活得很乐观呢。来，就剩最后一堵墙了，你来帮我猜一猜，下一位出场嘉宾是谁？不能够，三堵墙都砸错了，这堵谁都出不来了。来，啪，啪，啊！搞定，来，我把这砖呀给那三家砌上去。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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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家刚收拾完，我正扫灰呢，好嘛，一个大锤抡过来了，幸亏我躲得及哈，要不然我这个墙可就破了墙了。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嗯，我赔您钱。我现在就把墙给您砌上。等会儿，我先过去。方大锤，你是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，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，你给我砸出一个越战越勇的评委席呀！这不怪我呀，这四堵墙这，我看着图砸的吗？我是按着图砸的，对不对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是咋的了？你们干啥呢？砸墙呢？砸谁家墙呢？潘长江啊！谁告诉你潘长江家呀？他谁告诉你这潘长江家呀？潘长江家在前面那个楼，这是我家。啊！走，上物业。赔钱不完了吗？赔谁？